让大家一起同润，有光泽。像我早上出门前，我一定会来一瓶啊。所以之后呢，你就看到像我这样这么完美的状态，年纪啊其实越来越大了。那我脸上的胶原蛋白已经开始慢慢在流失了，今天皮肤开始会变得有点粗糙啊。笑白布，对啊。这位朋友呢，看到这点小小的细节，推荐我一款胶原蛋白饮。他说自己喝了之后呢，非常有感。我今天也要推荐给大家，让大家一起同润，有光泽。就是这个已经升级到第三代的胶原蛋白饮 Plus， 在我心中呢，它就是个胶原蛋白饮界的天花板。因为像是呢，我开了工作室，很多事情我都要自己亲力亲为，亲自处理。在生活上面又日夜颠倒，所以呢，身体有时候会操到这种操劳感，明白？那加上呢，我自己也步入了这个三字头啊，我32岁了。所以呢，胶原蛋白基本上是每天在流失，每天在递减。那我现在都会喝这个胶原蛋白饮，它可是台湾罐装胶原蛋白饮的领导品牌。而且它升级到了第三代之后，它还添加了日本八重樱萃取出来的这么厉害花精华萃取哦，非常厉害哦，它有一点水蜜桃的味道，对，它还有鲑鱼鼻软骨，哎呦，萃取出来的蛋白聚糖，还有玻尿酸哦，它胶原蛋白含量也增加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之前是5000毫克，现在增加至5500毫克。哇！这个瓶子本身设计的好有质感，很有质感，大小适中，女生一次喝掉一瓶了，哎，刚刚好。而且呢，这罐里面啊，它还有韩国专利的小分子胶原蛋白，这个是专利的哟，它可以让我们透亮之外，它还有日本东京大学研究45年的玫瑰胎盘素，可以帮助你养颜美容，还有恢复青春。像美人姐刚刚说的，这个11种的亮颜水果，所以里面会有水蜜桃的味道，还有呢蓝莓、草莓，还有蔓越莓，一堆莓，对啊，大家可以打开品尝看看，里面有非常多的水果纤维，喝起来啊都可以感受得到一般的那个胶原蛋白会有个怪味，会有个怪味，这个没有，这都是水果的味道。对，但是这个它就是刚刚好的酸酸甜甜，而且你看它水果纤维，可是这样品尝得到、喝得到的，这个超顺口。对，有的会有腥味、而且你拿去，现在家里不是很多那种气泡饮的机器吗？你放下去打一打，更好喝。当然，我自己平常很不喜欢喝一种太酸或太甜的，所以我也很注意。那这个胶原蛋白的酸甜度都刚刚好，帮人抓得非常适中，而且重点是它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、甜味剂。还有呢，增稠剂这都没有哦，还有香料通通都没有，所以它喝进去的都是满满我们人体里面最需要成分。这个聚会的时候你来送应该会受欢迎，不要两手空空嘛。那你送一些有的没的喝下去又不健康，那送这个多好，又好喝，然后又喝下去都是满满的健康。孕妇可以喝，孕妇可以喝，因为它里面可是有日本的燕窝酸，所以不管是孕妇或是一般人，睡前跟晚上喝这个效果最佳，倍儿棒，懂吗？所以呢，一定要习惯。像我早上出门前，我一定会来一瓶啊。所以之后呢，你就看到像我这样这么完美的状态。